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坐，请坐。今天，2014年3月9日。我们开始第四次学习大经课注。每一次的学习都帮助我们自己向上提升。我们自从2010年清明讲第一回啊，完全依照黄念老居士的集结，用了1200个小时讲圆满啊。在第二回呢，我们把科这个科判呢汇进去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课注，啊，第三回前天圆满啊，昨天圆满，8号圆满。今天我们接着讲第四回。啊，希望我们这个第四回的圆满无比的殊胜，我们得到海贤老和尚的加持，为我们作证，帮助我们坚定信愿啊，我们对这个课注，对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不再产生怀疑了啊，信心坚定，愿心坚固，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我更希望同学们真正发现，我们取得西方净土就在这一次第四回这一年当中完成啊，完成之后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没有挂碍了啊！不管是寿命到了还是不到，都得自在了。寿命没有到，不要了啊，可以提前往生。寿命是到了，我们还想在这个世间表法，那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一桩事情，他会延长你寿命啊！所以我们相信，真相信，没有怀疑。海贤老和尚活了112岁，那不是他本来的寿命，
是阿弥陀佛帮他延长了。啊，这个老和尚自己给我们说明的。啊，他是见过阿弥陀佛，我相信不止一次。啊，每一次见到佛，都希望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时节因缘还没到，啊，你要留在世间表法。表什么法呢？就表告诉世人，下莲居老居士的慧解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应当要尊重，应当要认真学习。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稀有难逢的，已经正经，以祖师大德的开示为我们解释净宗法门，让我们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信心愿心才能发得出来。有心有愿，就是欧耶大师所说的往生净土的条件具足了。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完全决定在信愿之有。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啊，往生的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没有说是多少。啊，功夫前身怎么算？是你的信的成分，你愿的成分，啊，彻底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个功夫就深。啊，还有一点怀疑，啊，或者对这个世间还有一点留恋，这个功夫就浅。啊，这个世间彻底放下，一心专念，这个功夫就深。我们要求自己的功夫深，要求自己的愿心大。这一年当中，希望我们心同佛心，跟阿弥陀佛一个心，愿同佛愿，行同佛行，阿弥陀佛自己是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们念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阿弥陀佛，这叫弥陀念弥陀。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告诉我们的，在进修戒要里头，啊，我们展开扩注，这个绘本137页，啊，第一大段讲述因缘，过去
讲过三遍的，莲社受戒。这个莲社是台中佛教莲社，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佛法，啊，老师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绿行法师从大陆到台湾带了几本，啊，供养给李老师，老师将他翻印，啊，翻印多少我不知道，我估计大概是一两千册的样子，不会太多。他老人家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将这部经段落勾出来，段落就是刻板，啊，里面的义理有简单的解释，都写在经本空白的地方，这我们中国称为眉注。啊，老人讲这部经，我没听过。啊，在我认识他之前讲的。这一遍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我在台中，老师就把这个本子给我了。啊，那么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呢，没有见过这个本子，老师没注的本子。没有人见过，啊，这个汇集本在台中是流通，分量也不多，啊，知道的人很少，那么在慈光图书馆，老师第二次讲无量寿经用的是康僧开的本子，啊，就是五种仪本里头的位仪，这个本子我从头到尾听过一遍，五种会这个原仪本，三种汇集本，还有彭继清的戒教本，一共中文大乘无量寿经是有九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九个版本最后出来的版本，可以说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啊，五种原译本里面所说的全在这部里头，通通收在里头，重复的部分提出了，留下来是精华，啊，五种原译本的精华，啊，真正像没关系老居士所说的无量寿经的善本，
出现在中华大地。啊，这是中国人的福报。啊，慧明法师为夏莲居老居士作证，慧老是当时佛门里面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的大德，啊，也是一位讲经教学的老和尚，啊，他肯定夏老的汇集本是善本，劝勉呢大家要认真的学习，我在慈光图书馆前后住了10年，啊，经教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学得很杂，学得很多，啊，所以对于常识这一部分很丰富，真正的义理没有切入，啊，我学习最早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老师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课程里面认识了佛法，认识了佛教，啊，知道佛教，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啊，一般宗教，神教，啊，佛教是私教。不相同，啊，我们用道来说，佛教是私道，一般宗教是神道。释迦牟尼佛跟我们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神跟人的关系，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这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又劝我们要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老师，将来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完全听了接受了，佛欢喜，啊，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母，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跟这个老师学习，我们听话真去了，父母欢喜，那有这样一个好老师教你，你决定成就，所以认识了啊，他是私道，他不是佛道，啊，不是神道，啊，佛教里面称佛陀、称菩萨、称阿罗汉，
这通通是梵语音译过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名词的含义一定要有清晰的概念。啊，佛陀是什么意思呢？梵文的原意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啊，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觉悟的人，这称佛陀。啊，第二个学位菩萨，菩萨有觉悟、有智慧，但是没有圆满，他还在学习。对，菩萨毕业了，学圆满了，就叫佛陀。啊，还没有毕业，还没有达到圆满，成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阿罗汉是刚刚开窍，刚开始觉悟，当然他觉悟的程度比不上菩萨。啊，阿罗汉是刚刚开悟，明白宇宙人生真相，但是他明白的比不上菩萨。那么阿罗汉、菩萨都有等级，他们才读书啊，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阿罗汉是小学，菩萨是大学，啊，所以有等级的。《华严经》上将菩萨分为51个等级，51个等级里面最前面10个。叫实性位，那就是阿罗汉啊，等于说佛教的小学有10个等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到10年级小学毕业，小学毕业证阿罗汉果啊。大乘呢，大乘一共有往上去有41个位次是大乘啊，那就上了大学了。大学有41年级这41年级前面的10年级好比是中学啊，叫施主。但是为什么叫大学呢？他用真心，他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能算中学小学，真正是大学啊。大学里头有41个阶级，这个经里头都讲得非常清楚啊，特别是念老的注解注得很详细。啊，那么我老师劝我学净土，在李老师之前我认识禅云法师啊，他也劝我学净土，我都没有接受啊，但是我对于净土法门不回报。那为什么？他是佛说的，佛说出来的我要回报，那是谤佛啊，这是决定错误的。那佛开这么多法门，度这么多众生，个人学的法门并不相同，那是每个人根性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啊，所以佛的教学不勉强一个人，你喜欢哪个法门他就教你哪个法门
佛法开明啊。啊，那我们年轻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把念佛法门看成老太婆教，这一句佛号一年到头的念着，这是这没有滋味啊，与自己的这根性不相合。喜欢研究经教，经教里有丰富的义理啊，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啊，所以净土啊也只有略微赞叹，没有起心动念去学习的。真正信净土呢，是华严起心，抉择心门。我三个老师当中还有个张家大师，方老师教我认识佛法啊，正确的认识，没有误会。张家大师教我发心学佛，我也很欢喜，他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这是我们心性心地上向往的。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说出这么多的经论啊，我们后人对他无限的羡慕啊，尊重爱戴。张家大师还劝我出家，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在台湾没有障碍啊，我第一部看的关于佛的书籍，张家大师教的，叫我看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本书就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告诉我，学佛如果对佛不认识，会走错路啊，你一定要认识他，了解他，你才能跟他学习。那佛像这个很有道理。这两样书读完之后才晓得，那是心里想的是，佛教不应该成为宗教啊，因为用现在宗教里面的定义来看佛教，佛教跟它不相应啊。宗教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佛教没有啊。佛教说有天神，有鬼神，这些神跟我们人地位是平等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人，他是人啊。宇宙之间确实有天神，有鬼神，他承认他们存在，并不承认他们创造宇宙。啊，他也是众生，所以通通归纳为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讲十大类，这十大类通是众缘和合。佛是的，菩萨也是的，声闻缘觉都是的，
下面六道，天人是的，人也是的，啊，阿修罗也是的，地狱恶鬼畜生，统统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所以佛法讲，整个宇宙的来源，缘起，啊，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啊，念神的存在也是缘起的。啊，这个跟科学所讲的相应。啊，所以佛经里头有科学，不但有科学，而且有圆满的科学。啊，方老师是学哲学，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啊，不但它是哲学的书本，哲学书本里的最高的高等哲学。啊，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引起我们学佛的兴趣，啊，这个太好了，太难得了。啊，所以我遇到张家大师，这是佛门的大德，大善知识，专搞佛法的，我就跟他学。啊，我跟方老师大概是半年，跟张家大师三年。啊，大师圆寂了。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我26岁，他老人家是65岁，他68岁走的。啊，所以我就跟了三年。这三年，他给我奠定佛学基础。啊，后面有10年，我离开工作了。啊，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出家，专门来修学佛法。佛教里面的大乘。啊，这张家大师对我的期望。啊，辞掉工作之后，朱金州老居士参云法师介绍我认识李老师，啊，送我到台中去学习经教。啊，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啊，经教奠定了基础。啊，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就开始对外讲经。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以出家身份在外面讲经，是台中啊，不是台东，啊，台东佛教联社。那个时候的社长是明训法师，啊，跟我是师兄弟，他在那里建了个道场，邀请我去讲经。我记得我第一部讲的经是《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决定行门呐！啊，真正决定行门修净土。啊，接受李老师的劝告，
是华严起心的。啊，我们年轻学经教的人最佩服的华严经。这是大乘一部大经啊，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啊，华严讲什么？讲全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啊，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从宇宙生命的缘起，讲到我们现前，讲到我们的将来，他全讲到了，圆满的哲学，圆满的科学。啊，在科学、哲学两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啊，这现代被现代的这个量子科学家承认了。啊，最近这二三十年来，量子物理学家有很大的进展，揭穿了宇宙的奥秘。啊，那么这些发现，大乘经上全有。换一句话说，他们的新发现，释迦牟尼佛发现这个超过三千年，三千年前佛发现。三千年之后他们才发现。啊，发现一对比一对照完全相同。说到专修专弘。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三桩事情难，难能可贵呀！真正做到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做到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正干。我拜李老师第一天给他见面，那一年我31岁，老师提出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如果我能接受，这就留我在台中跟他学习；如果不能接受，他不收留，你另求高明。啊，这三个什么条件？第一个，你过去所学的
就是说，我跟方老师学的，跟张家大师所学的，他不承认，完全作废。啊，从今天起，你要跟我学，完全听我的。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要跟我学。台中这个地区，任何法师大德来讲经教学，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不准去听。啊，你看第一个，我学的很简单，不复杂，只跟两个老师。那两个老师所讲的，他不承认，要听他的。啊，其他的任何人讲经教学不可以去听。文字，无论是佛经，是世间文字，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可以看。啊，我要看的东西，先向他报告，他点头才行，不点头不可以看。啊，不准你听，不准你看。完全听他一个人指导，他对我要负完全责任。我最后想想，我还是接受了。啊，接受就留在台中。三个月之后，感觉得受用了，啊，得什么用？心清净了，很多东西不准看，不准听，心清净，心清净就生智慧。这中国古老的教学法，我们当时听老师这三个条件，感到老师太跋扈了，好像目中无人一样。啊，到十几年之后，二十多年之后，我到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也是老朋友了。啊，他告诉我，他是从小出家的小沙弥，在地仙老和尚会下，老和尚也是讲这个三条。我才恍然大悟，不是李老师的专利，原来是过去祖宗教学世世代代都是守着这规矩。你不听老师的，你跟他干什么？听他的就真正听他的话，啊，听两个人的，你就会产生问题；听三个、四个人就乱掉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只能听一个人的。老师对你完全负责任，你要是多听呢，老师不负责任，啊，那是什么？你来旁听，你什么都听。脑子是乱啊，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必须要专一，这才行啊。啊，我们完全接受老师之后，老师最后宣布
有期限的，不是无期限的。多长长久呢？五年。五年之内你一定要遵守。啊，五年之外你等于毕业了，就开放了。我深得利益。到第五年，我跟老师报告，我说老师，我还愿意再守五年。啊，老师笑起来了。啊，守住老师的原则。啊，把自己的根扎稳。五年我觉得时间不够。啊，所以我用十年。尝到这个滋味了。现在一般人没有啊。啊，老师要看的学生没有别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老师听话真干。你能够有这样的条件，他愿意教你。啊，我跟方老师的缘分。也是很特殊啊，跟他不认识，没有人介绍。啊，我看到他一些介绍他的资料。啊，知道这个人是当代的哲学家。知名度很高。啊，一看呢他是桐城人，桐乡。啊，我就很冒昧地写封信给他。啊，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唯一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同意。我能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我这个信寄出去一个星期，他回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到他家里见面，这同乡嘛。啊，闲话家常，我对老家还记得一些。啊，问我学历，抗战期间到处流浪啊，没办法读书，逃难了，日本人追在后头。啊，是学三年，三年没念书。啊，所以我只有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就到台湾来了，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啊，到台湾，人地生疏啊，一个人。要靠自己劳力去生活，非常辛苦。啊，老师问我，他说你写的信，写的这篇文章，我们台大的学生写不出来。
啊，所以他在问我的学历有没有欺骗他，说没有。我说虽然我是学三年，但是喜欢读书啊，我一生没有离开书本，完全靠自学。啊，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告诉我，这是现在的学校，60年前，啊，我26岁，64年以前。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当时我听不懂，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啊，不要我到学校听课，所以表现当然很沮丧，很难过。我们沉默了6、7分钟，他说了，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们约定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每一个星期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上2个钟头课，我的课是他在家里上的。为什么？我是好多年之后才明白了，老师在学校上课不讲真东西了。为什么不讲？没人学。就是学生不像学生，老师想教也枉然。那为什么还上课呢？他以这个为职业，他不教书就没生活啊，靠这个过日子的啊。但是学生没有一个真正想学的，真正想学的，你看他开特别班，叫我到他家里上课，而且不收学费的，啊，真教你，这是好老师啊！啊，看到真正可以教的学生，不放心。他的东西可以传下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古人的教训呢，一个人在世间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有传人。你的道，你的事业要有人继承，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先呢，啊，对得起老师。如果传不下去，你自己做得再辉煌，你死了一切就完了，等于零。这是大不孝啊！哪一个老师都想求传法的人，到哪里去找？可遇不可求，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找不到啊！啊，偶然发现一个两个，他把他看作珍宝啊！
啊，希望他有恒心有耐心，能传他的道，传他的法。啊，我多少年之后常常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当时不让我到学校听课？啊，才明白老师的意思。啊，从这里扎下的根，以后专攻佛法。啊，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张家大师指导我，也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学生只有一个，一对一的教学，啊，那么参加李老师的精修班，他正式开班，有20多个同学。啊，一般讲经，普通戒淫初期的，能够讲的有20-30个人。啊，深入坚持到底的就不多了。只有5-6个人。到最后只剩下3-2个人，啊，还坚持的，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啊，专修、专弘、念佛三要，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锲而不舍。啊，流通书注广结深远，我们学习印光祖师，啊，祖师一生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在家2种，出家2种，啊，那么这些供养他没有拿去改善他的生活，完全用在引进弘法利身上，啊，救济灾难，啊，主要是引进，遇到有重大灾难的时候，从印心基金里面提出一部分去赈灾，啊，印祖教我们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好啊。啊，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我学佛这60多年，张家大师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方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我对佛教认识了，明白了，佛教是大学问，真是智慧。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佛门里面有没有好的方法？
让我很快能够契入境界。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他听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的开始，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也没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几乎好像在定中境界一样，都入定了，说了一个字，有。啊，半个钟点说了一个有，我就很兴奋，啊，精神振作起来，他又不说话了，又等了七八分钟，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我那是初入门的，学佛才两三个月，什么也不懂啊，所以他对我完全用通俗的语言让我一听就明白，如果用佛经的术语啊，我就不懂了。啊，这是什么？看破放下，大乘里头的止观。看破是观，明了事实真相；放下是止，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大乘修学就如是啊。海贤老和尚他做了90年，啊，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他做了90年，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我看得懂啊，我佩服他了。他真的一门深入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放下，放下万缘呢。这句阿弥陀佛帮助你看破，也帮助你放下，妙极了啊。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参过禅，他什么都知道，那是为什么？我肯定他得念佛三昧，开悟了。啊，他也曾经跟人说过，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说？没有人愿意听啊，就跟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他在学校为什么不讲真东西？学生不肯学，讲是白讲的，讲废话啊。事出世间，真正好老师
因机施教啊。啊，学生是什么样的根性，就要怎样教他，不是一样的。啊，李老师的进修班20几个同学，他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不是一个方法教一般人，不是的，他个别教学。就像古时候私塾里头一样，个别教学。下根人教你很浅显的东西，啊，伦理道德因果。中上根人教你佛法，不一样啊，每个人学的经论不相同啊。经论谁选的？自己选，选了老师点头就可以了，你自己实在选不出来，他带你选啊，总是让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契机。啊，老师点头给你做证明，你就好好的学一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绝对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那是很大的机会。为什么？你分心，你用心不专，啊，你很难得受用。一定要专心，要一致。啊，决定不能怀疑，不能夹杂，不夹杂就是一门。啊，这一门不能间断。啊，学这部经的时候，经有长短不一样。老师那个时候教我这帮学生，学了要上台去讲。啊，最短的不能少过3次，最多的不要超过10次，一个星期讲一次。10次就是2个月，啊，一个星期讲一次，要写讲稿，啊，所以学习的时候很辛苦，但是非常有受用，全心全力专注在那里。如果经年累月不间断，哪有不成功的道理？间断就不行了。啊，3个月不学生疏了，半年不学忘光了，一天都不能间断了。那我不是上上根人，中下根人。累积了60年的经验，啊，60年不中断的，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断断续续的，绝对不可能。啊，断掉之后再续不起来了，很困难，所以不可以间断。所以流通所住要讲解啊，讲一遍
比我们听十遍的效果还要殊胜。啊，很多事情没想到的，在讲的时候会发现，会领悟到。释迦牟尼佛说法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佛教什么？佛教我们离苦得乐。这是佛菩萨在世间唯一一个目的。啊，佛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明白来的，觉悟来的。啊，所以苦乐是果报，因呢，因是迷悟，迷了就苦，觉悟了就乐。于是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人离苦得乐？用教学，教学帮助你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来了。啊，开悟就自在快乐。那个乐不是欲望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欢喜。啊，孔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学，能够把学的东西习，就是落实。啊，我悟出来的、觉悟的，能够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快乐。那么智慧显现了，有智慧的人乐，没有智慧的人苦啊！啊，智慧是我们本有的。《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得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智慧、福德、相好都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有多少呢？无量、无边、无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用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万万年，无量寿都用不尽。太多了，自信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怎么样才能够把自信的智慧德相啊，全显出来呢？秘诀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是放下一切障碍、一切染污，啊，回归到自信，就真的大圆满了，啊，大圆满是什么？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变现。同时也是我们自己自信变现的，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自信里没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能建立，我们也不能往生。我们自信里的有啊，不是从外来的啊，我们自信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所以
他能建造，我能到那边去享受。为什么？是一体，不是两桩事，一回事。这个不能不相信啊！所以要全心全力广结善缘，甚是殊胜啊！我们一般讲善缘啊，善是智慧所结的，善恶里头还有感情啊，也就是还带着染污啊，不带任何染污，这殊胜。啊，所以我们知道佛说法的目的啊，是让人离苦得乐啊。佛用的方法是破迷开悟，完全落实在教学，教学一定要接受教学的人能够信受奉献，他就得到利益了。啊，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不能落实，那只是阿赖耶里头落些种子，这一生得不到受用。如果信受奉献，这一生决定得利。男女老少我们看到一个信息，两三个月以前，一个小女孩十岁念佛往生，了不起啊，没有生病的，跟海贤法师一样啊，欲知实知，没有生病啊。这个孩子啊，也念了三年，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七岁啊，他父母都学佛，爸爸在念弥陀经，他好奇问他爸爸：“你念什么？”他念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爸爸就把极乐世界简简单单地讲给他听，他听了很高兴。这么好的地方，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爸爸说：“我不行。”他说：“谁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哦，他一听高兴了，他天天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往生的前一天告诉他爸爸：“爸爸，明天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回老家了，能不能请我们的朋友们啊，邻居啊，到我家里来看他往生。”第二天呢，真往生了，没生病啊，说走就走啊，啊，十岁的小孩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的母亲86岁往生，欲知实知。啊，他本来跟海贤法师一起住在庙里，这一天突然说：“我要回老家。”啊，老和尚来也拦不住，就陪他一起回老家。回到老家，吩咐他把女儿
侄女都找来，都来了。啊，他妈妈包饺子，亲自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之后，坐在旁边一个椅子上，盘腿坐着，告诉大家：“我要走了。”这句话说完了，头一歪，真走了，没生病啊。自行化他啊，这个样子就感动很多人，让很多念佛人生起信心。念佛人生知道从哪里来，死知道到哪里去，快乐，一丝毫忧虑没有，一丝毫恐怖没有。啊，在这个世界任务完成了，自己的功德圆满了，度化众生告一个段落，我在这个段落完成我的任务。啊，海鲜老和尚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表生赞生这个法。你看，人家把这个书送给他，他也看到像宝贝一样，无量的欢喜。那是什么呢？他最后一个表法的来了，这个表了之后他就可以走了，拿到这本书，穿袍大衣，告诉大家，你们大家给我照相。啊，无比的欢喜。三天之后结束了。啊，为我们做正转呢，这三转法轮里头啊，是转、劝转，最后做正转，他们是来做正的，我们是来劝。啊，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劝导大家啊，要信，要发愿，要念佛啊，他是一生表演给我们看，一句佛号念了九十年，念三年就能往生，念九十年哪有不能往生啊，我们深深相信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就像慧远大师一样，圆公当年在世四次见阿弥陀佛，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啊，第四次是戒因往生，他才告诉大家他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老同修已经往生的同修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来迎接他，但他应该要去了，别人问他啊，这个境界以前有没有见过，见过，以前见过三次，什么样子的极乐是什么样，跟阿弥陀啊，弥这个无量寿经讲的完全相同啊，这就一点差错都没有啊，经帮助我们深信发愿念佛求生，经也给我们证明你去的地方正确的，跟经上所讲的一样。
啊，如果不一样的，那不是极乐世界，那不是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我们真正信得过，啊，这个后面写的尊师教诲，海外传承，化解劫难，唯独此经啊，这个经我第一遍在温国华讲的加拿大，第二遍在美国加州圣何西讲，啊，我跟海外有缘，这个缘是从慈光讲座来的，啊，慈光大专佛学讲座。第二个，道安老法师在台北佛教会也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这两个讲座我都参与啊，所以我认识大专学生很多，这些学生以后毕业了到外国去留学，拿到学位啊，在外国定居了，散居在全世界各大城市，所以这些同学跟我缘很深啊，我一出国他们都邀请啊，所以海外的缘就非常殊胜啊。没有想到2000年我移民到澳大利亚啊，在澳洲帮助政府团结族群，团结宗教啊，跟澳洲的大学常常往来，因为澳洲把这两桩事情委托给大学去落实，所以我跟大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跟学校的领导人常见面啊，所以他对我很了解啊。911事件之后，两个学校的校长来找我啊，到他们学校参加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专门讨论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讨论这个问题啊，与会的都是学校的教授，和平学院教授啊，十几位教授。我首先听他们报告，然后我解答他们的问题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很欢喜。第二个星期学校又要我，我都没想到他们学校正式聘请我做和平学院的教授。赠送我学位，我是我们出家人，这都没用处啊！
啊，我说你们举行座谈会，我都挺欢喜的。啊，跟大家来聊聊天，讨论讨论一些问题。啊，你们邀请我都会来参加，这些名义都可以不要。啊，校长劝我一定要，我说为什么？希望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政府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联合国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教授，你必须要有身份，我这样才接受。啊，因为这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这是为世界和平。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也，救苦救难，没有这个缘，我们不攀缘。有这个缘，不能推卸。啊，所以我就接受。啊，那么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对出家人讲大开眼界，啊，以前没见过，也没想到过，啊，这真正参加这个活动，先后参加了十几次，啊，接触这些人，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了解的比他们深。这个世界动乱的危机从哪里来的？根是什么？他们都没看到。我说出来是啊，我说只有一桩事情，信心。我们把信心失掉了。没有信心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小孩在家里头，他信谁？他信他的爸爸妈妈。别人讲话他不相信，爸爸妈妈讲，他相信。这小孩能成长，他有信心。如果连爸爸妈妈都不相信，孩子完了。啊，那我们今天不相信老祖宗，不相信伦理道德，不相信因果，啊，在宗教里不相信神，认为那是迷信，怎么办？相信科学，科学解决不了问题，科学制造这些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啊，那我们把这种提问提出来，他们不能接受，啊，听了很欢喜，啊，告诉我，法师你讲得很好，但这是理想，做不到啊，啊，因为这些反应，才让我们觉得，非做实验，他不能相信。我们2005年的年底，在汤池办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教学，就是做实验给他们看的。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祖宗保佑三宝加持，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呀。我们跟一些老师们研究啊，大概都是预想的要做2年到3年才能做出成绩来。啊，没有想到3个月成绩卓著。所以我跟老师们讲，我们决定不敢鞠躬。啊，不要认为自己有能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道德。为什么会做成功呢？祖宗之德，三宝加持，才有这么好的成绩做出来。
啊，所以我要求大家要存感恩的心，不能有丝毫傲慢，要感谢老祖宗，要感谢三宝，要感谢当地人民的支持啊！我们教他真肯干，做出这么好的成绩啊！所以十月，2006年十月，我们在联合国做报告，我们的声音就大了。为什么？你说我这不能兑现，我兑现了，我做出来了啊！让这些专家学者参加大会的这些会友们感到非常惊讶，个个都想到汤池去考察，亲自来看看。啊，中国传统东西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社会的冲突。啊，如何恢复社会安定和谐？中国传统的教学可以做到。我们只用了三个东西：《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这三样。啊，要求老师自己先做到。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去做，人家不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自己做到了，别人相信啊，那个教育会成功啊。啊，所以我举了两个例子，我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教学最成功的有两个人。给我们做榜样，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教学49年；第二个孔夫子，教学5年。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效果？没有别的，他做到了。秘诀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想教学成功，自己一定先做到啊！自己做不到不要说，做到了再说啊，就能成功。啊，那么这些年来汤池虽然没有继续办下去，但是它的影响力影响国内，影响全世界。啊，今年真正让我们意想不到，印尼回教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啊，他们政府啊，教育部今年7月，现在是3月，7月正式对全国中小学展开《弟子规》的教学啊，他们将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40个小时，细说啊，把这本书翻成印尼文，提供给老师们做参考。回教大学。啊，正式要开办四库馆，
要增设一个汉学院，啊，培养研究中国古典的学术，啊，就是儒释道三家的专家学者，啊，也是给儒释道培养师资，真难得了，啊，这都是这些年我们在海外做的一些成绩，啊，化解艰难，唯独此经。啊，这一部经李老师完成之后，这个十年来我用李老师的每一注讲过十遍，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这是第四遍啊，一年讲一遍，一天四个小时，啊，这一部讲圆满，大概2200多个小时，啊，我们第三回讲圆满，这是第四回，第三回讲圆满，一共用了1288个小时，天天在劝自己、劝别人，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问题解决了，灾难自然化解了。啊，这部经特别在这个第四回，我们在学习，有几十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在一起。我们这次的学习，主要的工作是讲科注啊、订正，因为里头还有一些错误，做成一个圆满的本子，可以正式流通。啊，第二个，我们要认真努力，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啊，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要把它完全落实在自己身心这两方面，这个收获就大了。啊，第四回我们的目标定在此地，啊，换句话说，这一年的事情我们把它学圆满了，啊，至少有一桩事情我提醒大家，生死自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我想往生真能去得了，我想再多住几年不碍事。啊，住几年干什么？为大家表法，表法就是做最好的样子给大家看。啊，真正是智慧的样子，啊，解脱的样子。啊，快乐的样子，极乐世界。
做好榜样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法门、对这个经典都能升起信心啊，都能欢欢喜喜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成就自己，成就一切众生啊，满足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大愿。感得此经，经汇集本，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时间，他老人家有两句话说：做事无如念佛好，此生断为大经来。可见的，他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的？就是汇集这部经，这是他的任务啊。黄念祖老居士来，他也有任务，为这个经做个注解。他用了六年时间啊，整整六年啊，连功会集，黄念祖老居士集注，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生起信心，啊，我们没有怀疑，深信不疑。我们深入，一遍一遍深入求解。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把一切经放下，一门深入。不但在解门，我们不断在求行门，对于解门有很大的帮助。啊，真正能做到，会帮助我自见其意。今天你深奥的意趣，我们能体会到。自己能悟到，不必求别人讲解。啊，那我们修行重点放在哪里？放在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真心，我们的觉悟跟佛没有两样。啊，这个是修行的总目标，总的核心。啊，清净平等觉。啊，愿海同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教学的理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入门的方法。自见就是大悟，
大彻大悟。上根立志就明心见性，中下根性的人一定有大悟。啊，大悟很多没有学过的，没有经历过的，全都明白，啊，全都知道了。那么下面第二段是前言，前言是华念祖老居士所写的。在学习这部经，之前，把全经的意趣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对我们学习这部经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啊，第四次讲述我们跟基本的不改变，完全依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我们早年学习的时候有个课本，啊，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是汇集，193种资料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让我们认识净土，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我们的信心愿心才能真正的发出来。啊，这个有愿心有信心就决定的生净土，我们才能欢喜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佛号不要离开。心里头啊，心里头时时刻刻都是佛。成就我们往生的品位，啊，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空过，没有白来啊，啊，真正成就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